你小姐不是第二名会搜出保险套？没有啊，最近就没有人啊，而且有人的话，为什么是我买保险套啊？我为什么要帮对方准备好啊？太奇怪了吧！许兰芳被搜出保险套及喊冤，不能败诉赔50万，法官是公正的。他判决出来的那个数字，我自己看了一下一跳，我本来想说应该是几千块啊，就刚好啊，怎么会50？就会觉得很委屈。不至于委屈，因为我觉得法官是很公正的。性学博士许兰芳去年卷入不伦恋，被法院判赔50万。他为了打官司攒进家财，户头一度只剩7000元。大家会觉得说，通常律师都会到最后，你为什么会最后一庭没有律师？那是因为我5月30号收到我需要再付20万的那个叫请款单，但是那个时候当下。我如果给他20万，我就只剩下7026，是当下的时间点。5月30号给了之后，到6月17号中间，我生不出这么多钱来。所以你每个月的开销大概有多少？我觉得3万5、4万差不多。那你现在主要收入是什么？代言费。代言费。代言费就是平均慢慢的用。所以现在有几支代言？一个。1个。代言很快就没了。所以我很感谢代言。其实我们不太会特别聊这个，我不主动讲，他就不会问。所以上次你说他说你感觉他在跟你讲，那你有没有一点喜欢那个我？好感，有好感，不讨厌。他不讨厌你，但是喜欢。我其实觉得他听得出来，因为我太假了。因为我就说，帅哥哥你在干嘛？因为我平常打电话就不会这样给你，我平常就不会打电话给他啊。那你小姐是不是第一名会搜出保险套？我刚刚才发动态叫派车车给我出来讲清楚，要约他才对。是什么？阿瑟利，不可能！阿瑟利，为什么不可能？你是性学博士，随身携带保险套是很正常的。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我不会买这个牌子。我觉得是那个。等制作人他们自己塞的那种，想要看我的反应，我猜的啦。而且我最近使用不到保险套啊，所以更不可能放保险套啊。什么意思？所以那时候生理期吗？没有啊，最近就没有人啊。而且有人的话，为什么是我买保险套啊？怎么会是我还要帮你传呵呵？我们今天来发生关系吧，这样太奇怪了吧？真的，隔壁老派，请帮我解释一下保险套到底怎么回事，因为我已经。大概怎么解释咯？这个应该是他用的牌子吧。对啊，那到底什么牌子啊？可是他会用吗？不是，说好不哭了吗？